2008，一个伟大的年代，而一个属于所有热爱音乐的年轻人的盛大舞台也正在展开。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欢迎入围本届青歌赛决赛的20个团体代表队的选手上场。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部文工团代表队，代表队。好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现在向大家走来的就是进入本届大赛流行组决赛的选手们，欢迎你们的到来。报名参加本届青歌赛流行组复赛的选手有151名，其中第一次参赛的有76名，入围决赛的有42名独唱选手和11个流行唱法组合。改革开放30年来，一大批流行歌手走上歌坛，相信本届大赛也将涌现出更多的新人，繁荣流行歌坛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让我们再一次的祝贺他们，祝贺他们顺利的进入决赛，并且衷心的预祝他们在从明天开始的决赛当中赛出风格，赛出水平，取得优异的成绩。